对啊，我就没带钱呢。如果你好玩吗？你不是说不想来？爸爸都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啊。对啊，他会吃我们吗？哇，好热哦，要去涂防晒了，太热。哇，你们在坐船呢？这什么船？耶，来，等一下拍一个哦。西瓜甜不甜？哦，金箔是也没有甜哦。好凶哦，金箔怎么那么凶？好了好了，你现在在帮你装篮球哎，你要真的可以打篮球。快点啦！你现在。这里跟妈妈那边。照身高啦，照年纪排。你们走慢一点啦，这样我都排不到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
下哈。我们要去山顶，谢谢爸爸。金博玉，你已经来到台湾相对南边呢，最南边呢。送东西啊，金博宇，金博宇，金博宇，你看那边有种那一颗一颗的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花红色的金鲤，要从你对待。好，那姐姐照好不好？小心！哎，这样你们可能隔天就腿软了，放慢脚，明天就腿软了。才是晚上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就晚上了。六点才是晚上。那现在几点？不知。啊，你们没有上去，人家玩得很开心，快点。你在吃什么啦？你有看到蛋黄吗？再看你要喝什么，等一下把
水喝完。哦，点到金果很最爱。